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隆回县的九牛坳村，这里呢正在举办一场欢乐非遗年年画近万家的活动。隆回县也是湖南省拥有非遗数最多的县之一，国家级非遗项目四项，省级非遗项目有五项，总数达到了44项。那我们就带大家现场看一看啊，今天我们算是赶上了这个热闹。加油！加油！乡亲们，过年好！哇，大家太热情了，这是在打糍粑吧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隆回中部地市就叫隆中，这里的糍粑也是隆回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们隆中糍粑香飘万里啊！我们欢迎主持人也来体验一下，我试一下。我先把它拔出来。哎，这个糯性十足啊！啊，快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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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，这可以直接吃了吗？可以，真的，真的，我就这么直接拿了。哦，还是热乎的。哇，大家看这个糯性粘性。一个隆中糍粑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烤着吃，配上我们隆回的甜酒，真是一绝啊！哇，糍粑配甜酒真香啊！哇哇哇！外酥里糯啊！哎，这糍粑有了，那个吃好的甜酒呢？抓胡子，我看看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滩头木板莲画创新作品胡子，里面有石榴代表子多，佛手代表福气，桃子寓意着长寿。新年来了，祝大家幸福马马，吉祥如意。那我必须得刷一个带回家去。用一点案例啊，转穿。真的是有一种幸福的生活是要靠双手去创造的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服不服？服到了！哇，这个孩子们也在刷啊！你这是在刷什么呢？豪纸。豪纸，你是不是属豪纸的呀？你不是属猴子的，你为什么要刷猴子？哎呦，你这个是什么呀？逢考必胜。逢考必胜，厉害喽你！来，自己刷彩铃，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来，喊出你的口号。新的一年，我要逢考必胜。耶！在写春联，我来看一下。哎呦，这一幅春联，我这一看，我看出了门道来，就是你们一定是咱们九牛坳村当地人。你好，兄弟啊，你怎么从这么多年就看出我是本地人呢？哎呦，我掌握了诀窍，你看啊，牛气，第一个字是牛吧？九州，第一个字是九，九牛坳村，这就是咱们当地老百姓，是不是？啊啊！我就是咱们村的村支书。哦，村支书，失敬失敬啊！咱们这个村真美啊！感谢党的好建设，这几年啊，我们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。我希望我们九牛坳村乡村振兴，鸿图大展，各个有气冲天，幸福平常。好。好。
呀，我们刚才特别的热闹，好多人在精心的挑选着自己心仪的年画，这么多都是您家的吗？是的，都是由我们家手工制作的。你们家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大名鼎鼎的川头高腊梅年画作坊？久仰久仰。这个真的是印上去的吗？这不是画的吗？啊，这个是由我们的木板套刻而成的，它有多少个颜色，它就需要手工刻多少块木板。难怪呢，这是我们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欢迎您去到我们滩头镇上去参观我们的作坊。咱们说好了啊，说好了，我待会儿就去。好，来，乡亲们，现在可以年画喽。祝福大家啊，新的一年平安喜乐发大财。年画作为我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保护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，让它装扮我们的中国年，装扮我们的幸福生活，装扮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中国梦。好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，想接我们湖南卫视新知走基层向全国人民拜个年。好嘞，拜年喽，拜年喽！滩头年画，恭祝全国人民过年好！在九牛坳村体验了当地热烈浓郁的非遗年味之后，我们如约来到滩头镇，寻访木板年画背后的文化记忆。这个呢是传统的戏文故事类的，嗯，然后墙上也有啊，这是年镇年画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种类，这么多样式啊。滩头年画是湖南省唯一的手工木板水印年画，滩头镇也是全国知名的年画之乡。滩头年画色彩艳丽润泽，造型古拙饱满，工艺纯正独到。从造纸原料的选择、纸张的手工制造、刷底，到手工刻板、七次印刷、七次手绘，20多道工序全都在滩头周边方圆50里内完成。滩头年画它最大的魅力，可能就是在于它的色彩、它的木板，还有它的手工制作的工艺，这些呢都是我们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的。滩头年画产业鼎盛时期，小镇里有大小作坊100多家，技艺精湛的工匠2000多人，每年产销的年画高达3000多万份，畅销云贵、两广以及泰国、越南等东南亚国家。但随着时代变迁，花费大半年时间把一根竹子变成一张纸，再把一张纸变成一幅画的滩头手工木板年画也遇到了发展难题。小镇里的年画传人日渐凋零，到如今只剩下2家作坊。我们要做成一张完整的年画需要大半年的时间，它是没有办法跟机器的效率相比的。但是我们是纯手工制作的年画，它是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的。2006年，滩头年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07年，原本在县里机关工作的钟建同被龙回当地领导特批，回乡拜滩头年画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他的父亲钟海先，母亲高腊梅为师，传承滩头年画技艺。当时呢，我跟我们县委政府啊打了个书面报告，马上把这个报告就批下来了，给了我2年时间回家学艺。转眼10年之后，钟海先、高腊梅两位老人相继故去。以钟建同为代表的第三代传承人，虽然先后参与创作了《廉政年画》《马上报喜》等创新年画，但滩头年画如何在新时代闯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，却仍是个难题。圆，这里要盖，四个牙。
2017年，钟建彤的独生女儿钟兴林辞掉了在外地的高薪工作，正式拜师父亲，成为新一代滩头年画传人。我觉得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并不是没有吸引力，而是我们要用一种更加创新的方式来让大家来了解到它，感受到它。这些都是我们用滩头年画的元素做的一些文创产品，然后有这个旅行袋啊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充电宝、化妆包。我们现在的这些文创产品现在一共有大几十种呢。钟兴林的加入让滩头年画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，除了研发文创产品与知名品牌推出联名款之外，他还在长沙开办年画传习所，组织青少年开展研学项目，并将年画带到国外进行文化交流。我想让我们的滩头年画最大化的发挥它的艺术价值和它的商业价值，让我的后代，让他们不仅仅只是因为情怀，让他们的生活因为滩头年画能够过得更好，所以他来传承这个滩头年画。